智能网联、智能驾驶，然后智能电动以及这个智能座舱。那么在这四方面呢，华为分别给予了这些车一些支持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智能驾驶上，我们通过非常多的传感器做一个这个融合传感，带来了这个高清的摄像头啊，以及这个我们全新的这个毫米波雷达，以及我们华为的激光雷达。华为的激光雷达也是目前全球首个就是96线的符合车规级的一个商用的雷达。在车头可以看到有三个这个激光雷达，它可以覆盖整个车身300度的这么一个视野的一个信息获取，那么这个可以给这个我们自动驾驶非常好的一个支撑。